家里有厨房的一定要准备这一套，简直太方便了。平时能用到的它都有，削皮刀削的是又快又安全，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打蛋器，厨房剪刀使用频率也是很高的，水果刀也很好用，还有啤酒起子，用完就放到各自的位置，不怕找不到了。而且这个置物架也是可以拆开清洗的，不容易滋生细菌。